日本时代到今已经超过一世纪的新德州警部部部长官舍，经过新德市政府五年外征收，今仔日正式对外开放了。根据文献记录，新德州警部部部长官舍起在1917年，到今已经超过百多年历史。新德市政府开五栋修整完成的日本式建筑，还有门埕头前种满老树的景观，重现过去德川城的历史风貌。观测的一些位阶是比较高的，所以说它现在不管是在建筑的本体或者是庭园面积上面，都是可以在我们今天新竹市看到有最大的一个面积的观测。部长官舍到后期是做警察局长宿舍使用，开幕也邀请较早住地宿舍，目前已经退休的警察局长回来到现场回忆过去。这个怀念古迹啊，那我觉得很欣慰，事实上能够让新竹多了一个文化遗产。含有历史深度的这些古迹及建筑，那我们希望透过步行城市的方式，让外地的朋友来到新竹都能够用步行的方法，慢慢的来品味这座城市，认识这座城市哦。市府表示，未来除了定期邀请艺术家展览作品，卖找专业团队经营餐厅，希望活化老建筑，让民众通使用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